张小伟，张小伟，你能小点声点？你喊别人不都听见了吗？没到你二号吗？你在哪儿呢？前面。你在哪儿呢？前面。你在哪儿呢？要不坑了。大哥。大哥。没事了吧？有坑你不早说。你瞅你老鸡脑的，没等我说完呢，你就进去了。你性格能不能再急一点啊？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个慢性子呢？啊，你说你干啥能行啊？你干啥能行？跟你合作这么多年，我能活到今天，我都命大呀！我跟你说心里话呀。干啥能行？我上回让你踩个点，等你踩完点，我去偷去了。等我去，也就冬天了。你说你能行吗？大哥，今天放心吧，今天这点我踩的老好了啊，前后我摸透透的了，前面有门，窗户在后面呢，啊，后边有窗户，老规矩，走窗户，有人没？没人，没人还等什么玩意儿？早点值钱就完了。有狗。大哥，狗没事吧？狗让我咬死了，我能没事吗？啊，给我掏的让我能没事吗？啊，你看你给我掏的，我怎么能没事吗？啊，有狗你不早说，你不让我说，没等我说完，你嗖一下就干进去了。是，这回我就跟你来，我是不是饿了？废话，一天没吃饭了，能不饿吗？哎呀。我这有包子呀，有包子你不早说，我都饿完了。不是不是，给狗吃的，有蒙汗药。救我！大哥，哎呀，这得怎么救啊？怎么？打电话咨询一下吧。喂，114吗？我查一下120的号码多少。120吗？我那火葬场啊，打错了。喂，120吗？人要吃了蒙汗药的怎么救？啊？用水喷。啊，明白了。水喷真灵啊。什么这么灵？我不喷你真不行啊。不找就行，不找就行了。大哥，我不喷你真不行。别说话了，大哥，你别说话，别说话了。窗户找不了，撬门，工具给我。拿着，别说话。大哥，别撬，别说话，给我靠边。
哥，能不能你靠边？我就整不开他，我你来，我整不开你，我整不开你，大哥你靠边，整不开你来，我整不开你，我就不是我这个劲儿来，我今天我就整不开你，不可得了呀。大哥，门是往外开的，你非得往里怼。不早说我来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。空气多么新鲜，太阳明天还会正常升起。宽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山炮啊，大哥，干活吧。哎，干活，干活。哎，还别说，山炮这是点彩还真行，这么多好东西。三炮，啊，你干啥呢？啊，过来帮我打把手来。啊，来帮我站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干啥呢？大哥，大哥呀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那搁哪呢？大哥，大哥，是谁把你整趴下了？我削他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没事吧？你说谁把我整趴下了？你妈呀！你大哥把我趴下了！妈呀！我说把我整趴下了！大哥，你把我整趴下了！大哥，你把我整趴下了！你上给我整趴下了！别别别！我大哥，谁我整趴下了？过来，大哥。别打了，赶紧偷吧，一会儿天亮了。我回去再给你顺账。偷啊，抓紧。这里还有面粉，还有胶囊。哎呀，这不是治眼药的窝点啊！治眼药窝点，这得坑害多少人呢？哎呀，还有破皮鞋，肯定是。喂，110吗？报案，我发现个治眼药的窝点呢，北四路。开车来注意啊，前面有坑，后面有狗。我大哥让狗给掏玩玩的，我大哥太厉害了，把狗咬死了。来吧，来。来吧，你干啥呢？打电话呢。给谁打电话呢？警察呀。咱们发现自家要窝点了，咱不能立功吗？你说你是谁没？忘了，俺俩是小偷啊。过来吧。从此以后不再合作，再见。大哥，别走啊！警察说了一会儿来车接咱们呢。大哥，别走啊！一会儿来接咱们。大哥，别走啊！